拿着钢帽就这样来玩啦、啊。以前我们小的时候，如果是说你这样玩玩到掉下来的时候，拍水耳朵被弹一下，所以我被弹得这么大，你看，你看，所以我是最笨的。啊，结果呢？玩到最后结果呢，就熟能生巧。哎，拿来啦，走啦。下次不要说我最笨。